你说什么？你家姑娘被顺天府的人抓走了？是以行事之举，与杀人无异。都说顺天府的齐大人是白面包拯，今儿个咱家倒想看看他是怎么个明镜高悬的。你什么时候跟东厂打起交道来了？那可是王振，东厂的头头，皇上亲封的司礼兵比太监。女儿今天真的第一次见他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女医明妃传在中视。